个好的有机食品，第一点呢，它进口呢就是要滑，然后要那个香味、甘味、甜味是围绕着这边。为了让鸡肉有营养、更有口感，灿哥家养的亚灿鸡睡的可是有机床，吃的可是有机米呢。哇，不错，真正好正。啊，鸡而且它没有脂肪，鸡肉质量，鸡质量，有鸡味，美。在灿哥的农场，优质的空气、洁净的水源和广阔的空间是对亚灿鸡生存的尊重。灿哥坚信，让鸡健康愉快的成长，人们才能享受到高品质的鸡肉。世间居然有如此嫩滑的肉，在我这儿就两个字，足以形容：销魂。它的名字就是亚灿鸡。